台湾选手内战，郑雅妮落后龚怡萍移动。第二杆。过了这个昨天的比赛之后呢，可能更加稳定啊，心情。的确是这样，昨天其实他自己。世界高球天后郑雅妮昨天在西贝斯比动赛第二轮，面对美国选手费气，恢复手感，不但全场抓下五秒。还等到对手失误取得胜利，晋级第三轮。过动一些这种距离，可能战力感不会给。这个应该像对方对。那好，而且也承让了。Is of course, I mean, I haven't played tournament for 3 weeks, so I think this is why, and I just need to start getting back a little bit and try to get a rhythm. 不过妮妮第三轮的对手竟然是同样旅美的台湾好手龚怡萍。这场台湾内战从昨晚8点开始至凌晨截稿为止，龚怡萍领先妮妮一动，胜利者将晋级8强赛。动新闻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报道。